都一直在提醒，饮酒唔通来开车，讲袂变。这声好咯，害死家己的后生咯。来看这件事发生伫屏东恒春的死亡车祸，有一对爸仔仔，昨深夜十一点外，伫台26线周北的路段来自弄，结果坐伫副驾驶座的19岁后生当场都无开咯。啊，赛车的爸爸是受重伤，目前要咧观察。两爸仔仔酒测拢有酒精的反应，尤其是赛车的这个爸爸，酒测代是高达1.07。这个饮酒开车出意外，结果是害后生无命。这个老爸弘扬公共危险罪甲过失致死罪，依上法办。消防救护人员出动破坏器材，想要甲掉伫咧车内底爸仔仔救出来。副驾驶座少年仔被救出来时已经无伫咧喘气，送去病院了后重伤过身。阿拉爸爸是严重甲搁伫咧抢救。代志就发生伫咧12号半夜11点外，屏东恒春第26线上白路段，超37公里的所在，一对姓严的爸仔驶车自弄出车祸，掉伫咧车内底。两人被救出来了后，19岁后生重伤过身，阿拉42岁爸爸受重伤，就是在。严重超过标准。经医院对驾驶进行抽血检测，那换算酒精浓度为每公升1.07毫克。爸爸饮酒驶车，危险驶上路，让家己的囡仔死去。今麦阿姨公共危险含过失致死罪，依上法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